位于南投县水里乡新城村的一处产业道路，应该产业道路为当地居民的交通要道，每逢农产品要运输时都必须经过此条道路，但因年久失修，路面也坑坑洞洞。县议员萧志全接获澄清后，陪同县长前往会勘。今天在我们水里乡新城村，我们农友反映说也龙山分校的农地吼，已经经过30年吼，拢无保修吼。啊，你种植的不管花农果，还是一挂较高级的水果吼，时常因为运输的问题，造成伫市场上卖贩卖吼，价钱去影响到。啊，希望讲县政府这边会当做一个改善，互因出入用更加平顺、较安全。县长林明真指出，在会勘产业道路后，该道路确实需要改善，会尽速要求来改善。今天跟我们的萧志全议员来勘察我们新城村，还有我们新城村有一条商业道路，大概差不多将近要开40多万，因为这条商业道路已经差不多20几年，看到现在还有土也都含沙了，路面这次含含卡卡啦，而且确实有影爱做，所以咱县政府都拢会当了解讲吼，咱百姓过去二三十年前所做的商业道路，甲即摆已经拢害了了啊，所以咱就要加强这部分的建设哦。产业道路若没有改善，只要农特产品需要运出时，都会造成当地居民的困扰。在会勘后，县长也允诺改善，保障当地居民的交通安全。记者邱平义，水里采访报道。